近日，何超琳在社交平台晒出自己穿婚纱的大片，窦骁则身穿暗红色的丝绒西装礼服陪在身边，颇有准新郎的感觉。原来两人是参加时尚活动，穿着婚礼正装到活动现场。不得不说，两人站在一起超级般配，颇有豪门的时尚范儿。同样，何超琳也是身穿白色婚纱现身，不愧是被誉为赌王最美的千金，画着淡淡的妆容，涂抹着红唇，显得她更加清新又不失甜美，微微一笑更彰显名媛的气质。但是据社长了解，这次赌王千金会拍摄婚纱大片，是因为他在17号的时候和窦骁两人参加了卡地亚举办的某个时尚活动，当天两人都是穿着婚礼的正装到活动现场，而何超琳身上的就正是他晒出的这套婚纱。郎才女貌的两人在现场虽然没有很亲密的举动，但往那一站，两人脸上开心的笑还是无形中撒了不少的糖，这难怪赶来围观的网友会这么着急的催婚了。喜欢就订阅呗。